壮士之勇必传颂于天下，请受我一拜。太子保重，刺秦乃万民之所愿，金某将置生死于度外，完成使命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我还没刺秦，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，不要我，不可以随便刺秦哦，不要抓我，不可以随便刺秦哦。若家禽受病毒感染，宰杀、去毛、贩售及料理的人都可能会被感染。选购合格卫生禽喽，生熟时器具应分开，避免交互感染。加尔肉鸡蛋类要完全煮熟哦。政府禁止违法屠宰及贩售活禽。